技术积累与科研实力是企业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优势。苏深电动车拥有国家级技术研发中心，被列入国家实验室名录，为产品的自主研发奠定了基础。1000余人的研发团队，以及与国际著名研发机构、科研院所建立的产学研联盟，是苏深源源不竭的智力驱动。居于行业首位的专利总量，确保了苏深电动车产品始终保持技术领先。位于无锡市西山区鹅湖镇鹅湖工业园区，占地5万平米，拥有熟练产业工人260名，精益化加工设备60台套，年产能达50万台。从扎实的选材用料到自动化一体冲压、酸洗磷化前期处置、全自动机器人焊接、汽车及电泳烤漆，苏深电动车始终秉持精益求精、追求卓越的制造要求。按照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的一体化管理标准平台，让产品品质无懈可击。售前、售中与售后服务是品牌良性发展的重要环节，依托完备的原厂零备件供应、先进的服务管理模式、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点，苏深电动车确保消费者能够享受到业界最优的服务体验。